国雄加以报道。立法院新会期下个星期就要开议了，那么到时候呢，恐怕咨询台上面也会有一番激战。那目前呢，立委蓝绿立委们就票选出来，到底谁是最强悍的立委哦？我们来看看呢，分别就是民进党的林淑芬、陈亭妃还有游美女。好，据说呢，不止官员遇到这些对手都非常的担心，就连国民党立委也私下称他们为三娘撒野。希望开一个说明会。一把火烧上来，不管手会不会痛，就往质询台用力一拍。陈亭妃获得“拍桌姐”的封号。我们怎么标示？部长可不可以啦？谢谢你的指教。你干嘛啊？陈亭妃气势强，魔功了得，据说常把国防外交官员搞得生不如死，用肉身挡敌军，也让人招架不住。把所有的焦点聚焦，所以我们适度的以拍桌来提醒这个官员说要注意。还有一人也专门对付男立委、男官员。我知道那外人会讲嘛，我受人家讲的，还要对我动粗呢？你怎么敢敲我的麦克风呢？你洗我的胸，抓我的腰，偷袭我的大腿，你还咄咄逼人，是林淑芬风格。突如其来抓到东西往前丢，总能在混乱场面杀出重围，见缝插针。这一位也不得了，律师出身，常把司法法制委员会搞得热热闹闹。同事说他很牛，以往开会到11点，碰上他当主席，硬是开到下午1-2点，被称为固执姐。我知道你都有听到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发言过。虽说招数只用来对付执政党，但国民党立委私下都说，这简直是三娘撒野。台上台下碰上国会三娘，大家都想喊：大人饶命，别对我下毒手。三新闻，江一红、白乔英，台北采访报道。